使用 720p 可获得最佳图像质量。注意，不保证马来语、英语、华语和泰米尔语翻译的准确性。这篇文章的作者是尊敬的 s h r i e a A. Arumugan 先生，床 Tassel 荣誉学位，马来西亚伯特拉大学 CEFR C 二、e. 资格认证语言教师。 电子邮件：threehero 地址符 gmail 点 com。YouTube 频道 m a l a a e x p l o r e r 请喜欢、订阅，并与您所有的朋友和家人分享我的所有文章、视频，但让他们在 YouTube 上观看。请慷慨捐款至我的 CIMB Bank Berhad e 账户，马来西亚，我名下的七零二七九九六八幺三。谢谢。 年四五六论文零零六在线课程的优势八十六个字。在线课程提供了学习时间的灵活性，不受实体课程安排的限制，这使得学生可以根据自己的日程安排管理自己的学习时间。此外，在线课程有助于不受地域限制的获取学习资源。 学生足不出户即可访问世界各地的各种课程，扩展知识。最后，在线学习通常更具成本效益，运输和印刷材料成本的降低为许多学生提供了更经济的选择，使教育更具包容性和负担得起。 使用 720p 可获得最佳图像质量。注意，不保证马来语、英语、华语和泰米尔语翻译的准确性。这篇文章的作者是尊敬的 Shri T. A. a r u m u g a n 先生，床 Tassel 荣誉学位，马来西亚伯特拉大学 CEFR C 二资格认证语言教师。 电子邮件：threehero 地址符 gmail 点 com。YouTube 频道 MalacExplorer，请喜欢、订阅，并与您所有的朋友和家人分享我的所有文章、视频。但让他们在 YouTube 上观看，请慷慨捐款至我的 CIMB Bank b o r h a d 账户，马来西亚，我名下的七零二七九九六八幺三。谢谢。 年四五六论文零零六在线课程的优势八十六个字。在线课程提供了学习时间的灵活性，不受实体课程安排的限制，这使得学生可以根据自己的日程安排管理自己的学习时间。此外，在线课程有助于不受地域限制的获取学习资源。 学生足不出户即可访问世界各地的各种课程，扩展知识。最后，在线学习通常更具成本效益。运输和印刷材料成本的降低，为许多学生提供了更经济的选择，使教育更具包容性和负担得起。